喂，陆处长。小芳，消费星期落实了吗？我正在落实呢。赶快抓紧，最好能有目标人物消费时候的录像。是。走吧。你好。我签好了，你签吧。只有这份离婚协议书才能让你放下手里的工作吧。你们的照片，哦，你的我已经准备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女书记，我们的事情好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着急呀？我抢了一张便宜的机票。那正好，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。那去机场吃吧。机场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又贵。那就不吃了。你送我去机场吧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突然想女儿了。不是马上就见到女儿了吗？请问是照片上这个人刷的卡吗？对，就是他刷的卡，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。你看，一张是张桂花，一张是欧阳靖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顾客买了一件高级女装，张桂花卡里的钱不够了。谢谢啊。局长，那两个人已经走了。目标带着行李上了李大康书记的车，应该是直接去机场吧？是李大康书记亲自送的。继续盯着李大康的车，随时汇报。明白。怎么了？大人物亲自出马了，我们准备在机场收费站拦截。说。局长，目标发现我还在跟踪他，放弃跟踪，二组有人接替你。明白。在原地待命，以防目标杀回来。是。李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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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李先生，这位是我们这次海外追逃小组的毕队长。毕队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毕队长。这位是小王，你好，李先生。小浩，你好。这位是小刘，李先生您好。小刘你好，我是。你是周正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们的祁同伟厅长在来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把你们的情况都介绍了。现在有一个紧急状况要向大家通报一下，丁义珍突然从他隐匿的何阿三的酒吧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？我们也觉得奇怪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，这个何阿三和他的家族啊有黑社会背景，跟国内的来往也非常密切。嗯，丁义珍就是因为国内的势力安排才进入的何阿三的酒吧。对，但是他不甘寂寞，不愿意在酒吧工作，所以他才给他妹妹打了那个电话。是的，由于这个电话呢，我们掌握了他的坐标。哎，李先生，那
丁义珍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？我们的同事呢，昨天一天盯着他，他都在，但是今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据我的同事了解，他是今天早晨向何阿三辞工走人的。嗯，我觉得有可能丁义珍是得到什么消息再次潜逃。那毕队长，我们有没有必要跟这个何阿三接触一下呢？你们刚刚到，还是先休息一下，倒倒时差。就算是找到了何阿三，也不会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的。嗯，对，没错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在你们来之前呢，我跟你们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通了电话，对丁义珍要遣返回国这件事做了分析，在短期内要将他缉拿归案，可能性极小，引渡回国也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。在飞机上，我们也研究了一下美国的法律，美国司法当局是不是不会搭理我们？是的，美国的警方是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协助的。如果知道各位是中国警察的身份，还有可能将大家驱逐出境。记住，这是美国，我们的红色通缉令在这儿没有任何法律效应。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丁义珍劝返回国。可现在人都没有了，还怎么劝返呀？当务之急，必须要找到人。所以大家记住，对三个地方要密切关注。第一就是何阿三在洛杉矶的酒吧，第二就是丁义珍妹妹在洛杉矶的餐馆，第三就是何阿三和他父亲在旧金山开的餐厅。好，那这样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由你带队直接去旧金山，另外一路留下来监视何阿三的酒吧，同时正面接触丁义珍的妹妹。是，有情况及时向国内汇报。周正，我觉得汇报还是少一点吧。毕队长，咱们临走的时候，齐厅长和侯局长还专门说过，有情况及时向国内汇报。我是担心啊，汇报多了会走漏风声。两位同志不要争执了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啊。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大家集体决策，共同处理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个欧阳金真够厉害的，就这么坐着李达康的车，直接去了机场。如果说上一次丁义珍的出逃是暗度陈仓的话，这一次可就是明火执仗了。你的意思是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了？不是，他还有谁？不过现在无所谓了，反正都已经找到丁义珍了，就算不能成功引渡的话，那天晚上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。我不这么认，今天的情况和那天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倒是认为必须要向检察长汇报了，他起码也得通知省委啊。现在更不能报了，李达康是省委常委，动李达康需要中央批准，这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权限，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。我们现在为了办案，就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靖的涉嫌犯罪是没有关系的。就是这一块，请你再确认一下，这件衣服是照片上这个女人买走的吗？对，是她，没错，就是她买走的。可以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说。报告侯局长，证据确凿。知道了，你们回局里待命吧。是。侯局长，你不会真的想从李达康的车上抓走欧阳金吧？是啊，我不是亲自来增援了吗？这么邪乎啊！该邪乎的时候就必须大义凛然，见机行事吧。我看你这个局长是不想当了。等哪天陈海要是醒了，或者这案子办完了，我立马走人。有些伤感，也有些迷茫。毕竟是去一个未知的国家。达康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今天能给我送上飞机再走吗？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
你平时一向很强势，今天这样，我还有点不适应。我不强势怎么办呀？靠山山倒，靠树树摇，其实女强人都是逼出来的。欧阳，我没有给你你想要的生活，真的是对不起。其实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了解我，我这个人除了工作，在生活方面是一个很无趣的人。你的世界和我想要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，我也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女人。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今天你把我送走了，一切也就结束了。你说这李达康胆子也太大了吧，就这么亲自送他老婆上机场。哼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这么假设，李达康对欧阳菁的事一无所知？不是都在传说他们夫妻之间感情不好吗？传说靠谱吗？还有传说在美国有个大老婆村，这大老婆带着孩子带着钱财在美国逍遥，这当官的呢在国内接着捞钱。中央现在啊正在严查裸官，据说李达康很有可能接任省长。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送老婆出境，除非他们之间紧急办了离婚手续。也是，不过在这个时候离婚，他就不怕引起非议吗？这要是到了弃居保税的地步呢？啊，对了，丁义珍在我们追逃小组到达洛杉矶之前又失踪了。什么？周正在电话里跟我说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听王大陆跟我说，昨天省检察院的人找你了。啊，是，是部分企业贷款的事儿。哎，王大陆说你给他打电话了，说向他道歉了。我可能对王大陆太敏感了吧，无意当中伤害了你。大康，你这样才对。像易学习，你还有王大陆，你们仨人就像桃园的三结义，你上去了不能不管他们呀。你把我们看成了梁山好汉了是吗？欧阳，你也是党员，不能把我们党组织看成是梁山的忠义堂。这怎么行啊？党组织又不是梁山的忠义堂，有的领导同志是非我族类一概不用，甚至宁愿位子空在那儿等着自己的人上位，也不愿意其他的同志坐上去。在这个问题上啊，老书记赵立春起了很不好的带头作用，历年来群众都有反映，现在的旅州市委书记刘开河完全继承了他那一套。就是我来之前被双规的那个市委书记。对，就是他。这位书记啊，在干部的人事问题上非常专断。旅州高新区的管委会主任易学习同志，在副市级的岗位上实际工作多年，成绩有目共睹。可是这位刘开河呢，就是不能按照惯例把他提成副市级。最近他才交代说呀，这个位子是留给一位区委书记的。可是这位区委书记任职不到年限，到现在还差一年零三个月呢。沙书记，这位易学习同志我是知道的。23年前他就已经是县委书记了，还曾经在京山县和李达康书记打过班子，那时候他是县委书记，一把手。这位同志老实能干，只是没有政治资源，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在正处级的岗位打转转。那么李达康有没有跟组织打打招呼，推荐推荐他？没有，除了在京山县搭班子以外，他们之间没有交集。他们俩搭班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矛盾？好像是没有。
啊，对了，有这么一件事情，当年呢集资修路的时候，造成了一位村干部意外死亡。作为县委书记的易学习呢，主动承担了责任，还保护了县长李大康。瑞星书记，我们组织部的意见，把这位易学习同志正式列入考察名单。我们这样做真的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们只是依法传唤欧阳菁。万一李达康不让呢？形成僵局怎么办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李达康是政治家，会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。我相信他不会在这种场合和我僵持。他就算想捞他老婆，也会在幕后做工作，绝不会和我硬着干。我想啊，他连车都不会下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他跟你一样邪心呢？那我就打电话向沙瑞金书记报告。要不咱们现在就报告吧。现在别再提电话的事，我不希望丁义珍的事情再发生。我一定会把欧阳菁拦在国门之内的，出了事情我负责。以后恐怕我也不会听你说官话了。达康，我只是觉得像易学习还有王大陆，这都是为你扛过炸药包的人，你不替人家说一句话办一件事儿，这不是不近人情吗？欧阳，你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友谊庸俗化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党性和情谊一定要分开。李书记，后面有辆警车一直跟着我们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赶快走，别管他。李书记，怎么办？下去问，注意态度啊。好。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我们只知道我们的传唤人欧阳菁女士在这辆车上。我说，欧阳菁女士是谁的夫人？你们不是不知道吧？她是谁的夫人和我们办案没有任何关系。有人举报欧阳菁副行长，我们要请她回去问询一下。你们有正式手续吗？欧阳菁行长是李达康书记的夫人，这辆车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，是吗？如果李达康书记在车上的话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我们是在例行公事，希望他理解和支持。出什么事了？心里有数吗？就是有什么事跟你也没关系。我们离婚了。达康，谢谢你送我到机场。你保重吧。
错呀。这李达康果然没有下车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，给了我一个明确的警告。你知道是警告就好。哎。昌明同志啊，达康书记，我向你了解个情况啊。据说有人举报欧阳菁，证据确凿吗？你们检察院反贪局是不是立案了？我打这个电话没有任何的意思，不是给欧阳菁说情，毕竟身边的人出了问题，我自己应该心中有数啊。达康书记，怎么了您？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？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，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，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，就像美国大片。可以向季检察长汇报了。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？你吧，你是一处处长，又是此案的第一负责人啊。估计老季得给我一盆狗血。我估计现在季检察长正在和李达康通话。我打他的手机。李书记，我负责任的对您讲，您说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。至于说举报欧阳菁的证据确凿不确凿，他们也没有向我汇报。对于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，我无法做出判断。当然，您刚才说他们追到了机场路，对吧？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，我想问您，欧阳菁是不是今天要离境出国呀？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换成我。我也会阻拦的。即便欧阳菁有什么问题，也要注意政治影响啊。昌明啊，你是老人了。我跟欧阳菁的关系你也许能听说过，不过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，我跟欧阳菁已经协议离婚了。离婚之后他要求我送他，我能不送他吗？不能回去，人之常情嘛，我完全理解。可是李书记啊，如果要是欧阳菁带着问题离境出国，您想没想过，他让您送他，是不是想利用您和您的专车呢？这个问题我倒没想。啊，那那么说，政治影响是我造成的了啊？那好了好了，咱俩不说了啊。我警告你一句，依法办事，不要受到某些人、某个小团体的影响。给我前妻欧阳菁一个公道。哈，李书记，您说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您是不是不放心侯亮平同志？我可以向您做个解释啊。侯亮平确实是高育良书记的学生，但是这次侯亮平调到咱们汉东来，不是高书记调的。所以啊，您放心，他不会对欧阳菁有什么偏见。昌明啊，幸好你不是汉大政法系的，我相信你。谢谢您对我的相信。李书记，您应该相信我们反贪局，相信侯亮平同志。我们谁都不能徇私枉法。您放心吧，对于今天的事情，我会让反贪局和侯亮平同志给您一个交代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彼此多些理解。老季，估计他们通完电话了，接吧。检察长，正想向您汇报呢。汇报什么？汇报什么呀？现在还汇报什么？早干什么去了？事发突然，特别突然。突然，连打个电话都不行了，就这么突然吗？啊？我让侯局长向您汇报。行了，别推三推四了，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我早就准备好雨衣了。
美国大片的大腕演员来了。检察长就是幽默，传唤一个欧阳菁，至于就美国大片吗？就是，季检察长太夸张了吧？怎么夸张了？怎么不是美国大片啊？你五辆警车，亮着警灯，拉着警笛，在高速公路上狂奔，追着李达康书记的车。李达康是谁啊？荆州的市委书记，这就是你说的抓个小萝卜头啊？这事啊，不怪陆一可，怪我。我当然知道怪你，我就是再弱智，我也知道这是你的主意。怎么着，侯亮平，从北京到我们汉东，还玩你花果山那一套啊？啊？李达康是现任的省委常委，荆州市市委书记，你这么在高速公路上追他，就不怕造成什么政治影响吗？我们呢早就考虑到了，所以没有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，是吧？嚯，听你的意思，还想在他们家卧室传唤欧阳菁啊？啊，报告，林华华还在李达康他们家门口盯着呢。这欧阳菁都传来了，还盯谁呀？盯谁呀？还是我召回他就是了。行了，你们坐下，把这件事情详详细细的给我说清楚，我必须要跟省委有个交代。好，那我也正式汇报一下。李书记，李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李书记，我说您怎么来了？请你了解点问题。哪方面的事啊？我妻子欧，我前妻欧阳菁。前？到底还是离了？哎呀，谢天谢地！你跟我说实话啊，欧阳菁到底有没有问题？不用过来。李书记，他还真有事儿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蔡成功的举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蔡成功为什么只举报欧阳菁啊？你告诉我。蔡成功跟丁义正什么关系？跟高小琴什么关系？跟新来的侯亮平什么关系？李书记，你消消气儿，我也正在想这件事儿，那我就跟你汇报一下。是不是因为欧阳菁的断代造成了蔡成功大风厂的破产和116事件，现在还没有断论？但欧阳菁受贿，证据确凿。根据蔡成功的口供，欧阳菁受贿200万，现在我们已经落实了50万。什么？已经落实了50万，你仔细说说，我要证据，我要细节。检察长，这欧阳菁是何许人也，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的，所以对于欧阳菁这个案子，我们是极之谨慎的。侯局长再三强调，我们要在零口供的情况之下办案。更为蹊跷的是，就在今天，丁义珍在洛杉矶又溜了。不应该呀，追逃组你是副组长，组长齐登伟啊。是啊，问题就出在这儿，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是他。他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啊？真要是姓汪的话，丁义珍真难抓了。据我们考察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。一种说法是，祁同伟担任过荆州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，又当过临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，再后来又干了8年省公安厅的副厅长、厅长。政法工作的经验很丰富，经历也很全面，是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。这是高月良的意见，上次在常委会上没有来得及说。对，我给岔开了。
差到好像是国际公允史上去了。哼，沙书记，另外一种反应也很强烈，有人反映祁同伟这个人人品有问题，对组织不忠诚，耍两面派，还有就是和一些商人老板勾肩搭背。吴春莲啊，不能那么虚，要说具体事例，比如和山水集团美女老板高小琴。是的，据反映，祁同伟和这个高小琴的关系绝对不一般，他们经常带人到他那个山水山庄吃吃喝喝，中央八项规定下达以前，高育良副书记偶尔也会参加，丁义珍他们经常带一些人到那个山庄去，那个地方几乎已经成了荆州某些干部的专属休闲场所。蓬莱啊，欧阳菁有欧阳菁的问题，欧阳菁的问题再大也不能掩盖丁义珍和那几个人的问题。李书记，这个你放心，该查的线索我都会一一的查清楚。给你提个醒，丁处山水集团的山水庄园，市纪委的同志向我汇报，丁义珍经常往那个地方去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光是吃喝的关系吧？这个目前呢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在注意他们了。哎，东来啊，我觉得你有时候要学一学从北京来的那个侯亮平。侯亮平我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身上有一股气儿。汇报完毕。好啊，非常好。既然证据这么确凿，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样一来，您对李达康书记也好有个交代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交代呀？依法办事。我跟你们两个说，刚才在电话里，我和李达康书记明确地表示了我的态度。我跟他说，如果欧阳菁带着问题出国离境，换成我，我也要下令阻拦，我也会上演美国大片儿。您真这么说的？我当然这么说的了，职责所在，我能说什么？就是嘛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神挡杀神，鬼挡斩鬼。哦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看咱们检察长啊，那叫一个威风啊，一身是胆雄赳赳啊，让我肃然起敬啊。必须的。行了，别忽悠我，谈工作，严肃点。说正经的，季检察长，我还真挺佩服李达康书记的。大片上映的时候啊，李达康书记演的并不比我们差，他根本就没下过车，而且一句话都没说，到最后他主动摇下车窗看了我们一眼，那眼神啊，我把他理解为是激励，也可以理解为威胁。不，就是激励，激励我们忠于职守，把案子办好。行了，你们去办案吧，我也到省委进行汇报。因为是政法口的干部，所以我们特别认真听取了高育良副书记的意见。育良书记的意见是坚持他原来的推荐意见不变。育良书记说，他是把祁同伟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，这次推荐安排主管副省长，下一步就可以接他的班，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。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是最好再看看。田书记，这也是你们纪委的意见？是的。瑞金同志，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啊。高育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，原省委主管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同志提拔起来的。那么现在高育良这么热心的要
提拔祁同伟做他的接班人，这里有没有私心呢？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？得警惕啊。嗯，对，你这个提醒很重要，不能搞权力的私相授受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也是政治规矩。沙瑞金想，汉东省这滩水看起来还真的很深呢，人脉、历史渊源都不可忽视。汉大帮、秘书帮，说起来谁都不承认，像是玩笑。究竟有没有呢？李大康的秘书帮还看不出端倪，高玉良的汉大帮却呼之欲出。郝局长，我还是不相信，这李大康会对他老婆做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否则的话，也不会选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婚了。我没法跟你解释，不过以我多年办案的经验和感觉，李达康是不知情。他如果知情，绝对不会送已经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。别忘了，李达康是个有抱负、有理想的政治家，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情圣。可是他不但送了，还在被我们拦截下来之后，主动摇下车窗表示示威。他是在示威，也是在显示自尊。这样一来，你要小心了，李达康会恨死你的。他会感谢我，在心里深深的感谢我。为什么？自己悟去。舍得请不请？有些时候，我还是挺感激他的。要没有他穷追不舍，要没有他拦截我的车，那欧阳靖也许到机场了，当上飞机了，和丁义珍一样平安的离开了。要是那样的话，你说我怎么向省委、向中央交代你？我的政治生命就算结束了。李书记，说实话啊，这个反贪局长有魄力，像他这样的还真不多见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拦截我的车吗？我还真没想过，我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嗯，没想过。你不会，你也许会去追我，但是不敢拦截我的车。你也许会向省委汇报，汇报有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欧阳靖已经离开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故意等欧阳靖起飞以后，我再跟你汇报。如果这样那样的话，沙书记，机舱兵检查长到了，他说有急事要见。请你进来。好。沙书记，昌明同志，请先坐会儿，我马上就好。好，谢谢。什么急事儿？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靖涉嫌受贿。李大康的老婆果然出事了。是的，现在说起来应该说是李大康书记的前妻了。就在今天我们正式决定传讯欧阳靖之前，他们夫妻突然之间签了离婚协议，办了离婚手续。办完之后，欧阳靖要马上出境
到美国洛杉矶去，于是他就坐上了李达康书记的专车，他们双双去了机场。双双？是的。我们反贪局长黄亮平同志得到这个意外情况之后，采取了果断措施，在机场路的出口把他们拦下了。侯亮平就是前阵子刚从北京调来的那个反贪局长。对，他刚调过来的时候您和他谈过话。对，我有印象，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案件的背景。116事件，在这起恶性的突发事件中，38人被烧伤。蔡成功的民营企业大风厂，一块价值10亿的风水宝地，被山水集团高小晴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拿走了。大风破产，员工不干了，于是就闹出事儿了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要重点关注这么一个人，高小晴，啊，人称汉东的阿庆嫂，她是个很能干的女人，举止优雅，谈吐不凡，而且呢，京剧唱得不错。前不久我还跟他一起唱过智斗，他的阿庆嫂，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的胡司令，我的刁德一。他问我姓汪还是姓蒋的时候啊，